终于，小头目又出现了。以前弄那些个都是洒洒水，现在出来了个小头目。中国足协主席、党委书记陈务员呐、陈务还是素啊？你这个鬼，这个名字，让我这个农民工都认不上。涉嫌严重违法，目前正在中纪委、国家监委、驻国家体育总局、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审查调查。终于有小头目来了。中纪委给广大球迷送的情人节礼物，够拍一部《足坛风暴》了吧？国家监狱足球队可以成立了，帖子顶不住了。有个幼稚的看法，国足有希望了，你太幼稚了。还有这里也挺幼稚的，还足球一片晴朗的天空。这里可能有知道内幕的。说必须查查陈务员在上港用国资120亿夺冠的去向去哪里？好，120亿，送人了呗？哦，陈旭元，好，我都不认识他的名字，王子，被调查了。完了，他拜拜了。什么程序员呢？国足。